请注意听下面的录音。我们大家都很喜欢毕老师，每次看到他，他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，让我们看到都非常的开心。中文台词是：我们大家都很喜欢毕老师，每次看到他，他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，让我们看到都非常的开心。我们大家都很喜欢毕老师，我们大家可以说大家都很喜欢毕老师，我们也可以说我们都很喜欢毕老师，很喜欢 We must say very or very much before 喜欢。我们可以说大家很喜欢他，大家喜欢他很 is wrong. We cannot say 很 as end of the sentence. 毕老师每次看到他，每次就是每一次，看到，看到他和看他不一样。This sentence means 每次看到他的时候，的时候 was omitted. 他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，脸上，脸就是 face, 总是挂，动词加遮表示连续的状态或动作。微笑，微 means tiny or small, 笑 means laugh or laughter, so literally 微笑 is a tiny laugh. 让我们看到，在这里让就是被的意思，让我们看到，让我们看到就是被我们看到，都非常的开心。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都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意思，开心，开 to open or opening. We know 心 is a heart. 开心 literally means someone is so happy that the heart is opening.